7点，依木的个性这么早出门，通常是要去很远的地方，所以我就猜应该是要出去玩才会call这么早。所以我现在心情超级好，虽然很早起，但我超级有精神的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去搭公车，然后跟木会合啦，拜。不是这么早，什么意思？我没有跟你说今天要干嘛。哎呦，气人了！你现在是想要演笨蛋笨蛋那一套吗？我可以帮你哦。我看不到啦。现在是早上几点？现在早上7点。对，你早上8点。我6点就起床了。漂亮呗，我觉得。谢谢。是明星还是 model？ 都是。我叫 Lucy， 我是 YouTuber。哪个频道生产的？台湾行奇。台湾行奇哦。对对对。不是电视吗？啊，那是大陆行奇。带你来公园运动，早起强身健体。哇，我搭公车2个小时，我旁边就有公园了，我要来这边运动，哇，超开心的，哇！你有这么早起运动的习惯吗？只有学生时期的时候有。真的假的？你学生的时候会早起运动？我真的会早起来跑山，就是我学校后面有一座山叫18尖山，然后我真的会早起，然后上去跑步。跑步真的？你好健康。我那时候真的会，那最近比较没有。啊，我已经看到了啦，都已经开始了。对啊，你要加入他们，你要自己想办法加入他们呢。哎，你没有交涉过吗？他们不知道我要来吗？对啊，怎么会没有人知道我要来啊？他们不是我进去拿着 Lucy 啊？你觉得有可能吗？年长一点的姐姐们，就是知道 Lucy 怎么不知道？我现在就去问。好，你去问。彩华跟耗子啊？哎，我好会同理，我好会同理耗子啊。我这样直接进去不会很怪吗？还是我先在旁边？我在旁边好啊，你先在这边，然后就打卡下班。什么打卡下班？有哦，成功混入。越来越近了。我看他好像很融入，还是我们就直接放他那边跳？好适合这里的。对，说不定我们走了他也没发现。可以结束了吗？我们今天的片子都还没啦，你连一首歌都还没跳完。不是，我们要先找到他们的老师吧？你刚刚有看他们动作吗？超飞旋。哎、欸，超难的，超难的。白色衣服那个是老师，我可以直接加入。可以，可以直接加入。我害羞哎、欸。害羞个屁！你才没有在害羞的。你害羞个屁！你才没有在害羞的。旁边的大哥很有趣，老师一直在看你。谢谢你，我已经晚安。老师露出姨母笑，他好融入我，救命！老师点头。老师很满意啊，这个可以当媳妇了。老师，你刚有在看我跳吗？很好啊，很厉害。真的假的？错了啦，这些舞都是老师编的吗？没那么厉害，这网上抓的。我可以偷看一下你的歌单吗？我先看一下我们要跳啊。哇，超多！欸，700多首，我怎么记得这么好？好猛啊！哎，这老师们可以参加 battle， 他都会选最新潮的舞。可以，你学起来啊！我学起来，我要去 battle， 帮我参加那个什么板桥捷运杯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捷运杯，帮你报。对。在哪里？他迷失方向。哇，我真的觉得。这个跟 Vogue 一样酸呢、欸，跟这个一样酸呢、欸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最好掩饰的方式就是理所当然的把动作做大，人家就会觉得你没有跳错，是别人跳错。永远只有 ending pose 最好。
你几杯哦？琳娜，他有嗑药是不是？这里好痛，这就是偶像的感觉吗？现在我要幻想自己是小爱，爱讲。哇！我要死掉！会累吧？很累耶，大家懂那个跑步跑很久会抽痛的那个感觉吗？我很久没有这样抽痛过，我可以体验那个吗？我也蛮想让你去体验那个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你等一下可以问问看。我想要。刚刚旁边那个大哥很帅耶。还是你去找那个大哥聊聊天。大哥，我想问你跳多久了？八年了、啊，你一直都在这里跳吗？对。我可以说是唯一一个男生。三个啦，但是跳了剩下我一个。为什么另外两个嘞？不好说吗？对啊，这是我是问到很敏感的话题吗？因为他可能跳不来。吓死。那边不收男生的哦。你说气功那个龙树下，他全部收女生。那都是不用钱的吗？我们很便宜啊，一年才500块而已。一年哦。一年，别误会了。一年五百，谢谢大哥，谢谢。这个当儿媳妇可以吗？可以是可以啊，但是太倾向你。大姐会担心啊。谢谢您啊。啊，谢谢。大姐是委婉的拒绝。压岁啊，你知道吗？压岁，比较野水，比较野的女孩子。压岁，压岁。有，我刚喷出来了，有委婉的有。依然保持笑容。好了，再跳一下。很累。你才跳两首。你是不是也要一起跳？你都来了。为什么我要一起？快点，你跟我上来跳。为什么我要再跳？我今天要让你强身健体，关我屁事啊！所以那个最该强身健体的就是你。我哪有？我动起来，摇起来。你要摇起来。我没有你这么的实力耶。那个打起来，快点，屁股摇起来，动作大一点，干净利落。你什么时候变老师了？我会变潘若迪。你可以耶，你可以耶。你可以去比的潘若迪。好丢脸。我摸摸掌声得意。好丢脸啊。我刚刚从9点来到10点啊。那个大姐都在按摩耶。我说换我啊。你去抽到我的牌啊。还是我躺在那边他就默默过来的。我觉得不会。可恶。加油，你还有半小时。跳完，不然我带你来运动干嘛？十分钟不会知道我们跳到几点？不行，不行啊！跳完。我真的觉得，如果我组了这个团体啊，我要跟其他团的人 battle， 你就又 battle。还不退卡，还不退卡。你们会有派系吗？比如说要没有啊，什么派系？就是要跟别人尬舞之类的。不会啦，我们都很和气。这个老人家不会什么像年轻这么冲动，因为万一摔跤了还划不来。真的，以后大家年轻人不可以摔，不是年轻人，你们摔下去。年轻人也不能摔啦。年轻人 OK。感觉你可以趁机加入按摩的行列。那大姐，我想问。那个按摩我什么时候可以轮到？你不用按摩男，你充满活力。台湾巡旗，对，不是大陆巡旗哦，台湾巡旗。对，我下课了，耶！超赞的，还没按摩到。老师，我想要问你，我今天的表现怎么样？很好啊。你会很欢迎很多年轻人来吗？因为我们都在跳舞，不想要我们都可以就是当公共场所啊。谢谢老师，就是今天愿意让我在这边跟你们一起跳舞，让我们比更年轻。没有，怎么会？我根本跟不上你们。那是正常。我
现在累到超想吐。木兰很贴心准备一根香蕉，我看他是想吐。不是运动前要吃香蕉垫一下肚子吗？会对身体比较好。对，对啊，吃一下吗？我记得你蛮爱吃香蕉的。没有，有吧？手臂那个香蕉很大很大。好了，走，带你去吃早餐。哎、欸，那个广场舞认真觉得超累。哦，有我看到你跳一手还两手就爆汗。它每一个动作都很细节，它的脚是很多步程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蛮难的。要搭配手的，不是就是今天脚是脚，手是手，没有，你要一起，这比我想象中的还困难。而且加上他们会一直不断练心，你真的是觉得哦，这个年轻人也会跳。加上就是我们这种上班族，就是整天坐在办公室，没什么运动，你去跳这个。我觉得不会到排斥、欸、因为很好入门。你也叫做广场舞推广大师。那就是在下午2点才开始的话，我可能就不行。那我带我走起，我叫你走起干嘛？你年费只要500块。你也健身房免费，便宜超多，超便宜超划算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看100遍。那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大家拜拜拜，明天继续早起。没有。你有力气啊、哦。大家跑、啊，还要打起来吗？我跑不动了。你刚刚不是说，刚刚不是说你是田径队吗？降落吗？跑完降落。好，1、2、3，跑，跑跑跑！真的是田径队的。魔龙，火来了，快跑！火来了。3，跑，哦，好了，起来了。他竟然快跑出公园了，真的。他们在看你的第一支企划，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哇，好怀念哦！订阅订阅，有网友在订阅，他们会的。好，你今天又 get 很多粉丝，对，我们的 TA 增加。